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斌。今天呢，我们这里一直都在下雨啊，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啊。带你们看一下我身后的风景，一整天都在下雨啊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云雾缭绕。下雨天呢，我们舅舅啊都去干活了啊，舅妈呢现在在屋里开始做饭呢，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啊。我们的晚饭都做了些什么？看一下，舅妈已经切了什么菜了？这是蕨菜，姑婆今天刚刚打回来的啊，野菜，过了道水啊。新伞就胀气了吧？怎么生了吗？差不多是。这段时间天天下雨，特别的冷，只有10度的腊月啊，所以说我们还要烤。笑很老的。西乡腊肉。舅舅回来了啊！他吃完了。哎呦，这么大的雨，你们都该早点收工噻。紧张哦，这个雨下了天了。舅舅的鞋子都全部打湿了。我一天都没去哦，他们的，你们早说他们去了，那几天就我们俩在熬烧鸡。是吧？今天打个电话，也给小五月27打哈，算是给提提自己的票。咋的？怎么修的？小五。这个停了，看到了回吧。完了，今天刚刚采回来的野菜啊，蕨菜，拌的特别香。这就是自己家种的小白菜啊，看，啊，对，一看就香。黄瓜，打的野菜蕨苔，还有小白菜。这打的吗？不晓得。双切割。